桃园复兴区净水系统及智慧化无人净水厂正式运行，这里的水是否洁净，关系着桃园及大台北许多地区的用水安全。水洁净了，春暖花开时，从山区向下流淌的水面，时不时还能伴或进微微的桃花香。桃园因地制宜的智慧化净水，较偏远地区设置小型聚落式污水处理设施，大部分生活污水引入水资中心，或是运用河川沥间及人工湿地等自然工法净化。桃园龟山区文清路上的欧醉咖啡厅，坐落在文清水源水资源回收中心上方，处在满是咖啡香的空间里，让来客完全忽略了这是一座将设备地下化、智慧操作的欧醉处理器。整个水资源回收中心建置一套自动连续监测系统，所有现场所有设备讯号跟监测仪表都会回传到中控室来，人员部分大部分都是留在中控室做远端的遥控，这些数据它每五分钟会自动上传到环保署的网站上面。污水净化后的再生水可以工业用，虽然成本高，许多企业仍愿意善尽社会责任签下再生水购买契约。珍爱水资源的企业，善的举动就像买下旱灾险，可免去缺水停炉时难以计数的损失。今年的话是旱灾，石门水库已经见底了，忽然下一场雨把石门水库的泥巴又扬起来，盐水浓度也是飙高，又没水一下又水，来回之间折腾下去，我们整个制程就会有问题啊。它再生水是源源不绝的，就是只要民生有用，再生水就不会有缺。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往往也充满人情味。厂里有挖六口地下抗旱井啊，加装智慧地下水表，协助水务机关掌握地下水源量，缺水时可做紧急调派使用。电池式的水表经过流量计以后，它就进到这个传输器过来，透过 WiFi 信号传到水务局去了。灾害发生当下，大量讯息从四面八方涌入，避免派遣单位重复调派人力，桃园市府委外开发类似餐饮外送平台的吴博义、富邦达协助灾防人力派遣平台，会诊资讯后传送给离目标最近的待命人员接单，精准将人员导航到现场。为了减少水患，治水工程跟时间赛跑，桃园推动全流域治理，从上中下游到周边全方位考量。因为从图纸上面显示啊，用极细致的工法，在不干扰飞航安全的状态下，将穿过桃园机场的普信溪流域防洪标准拉高到百年重现期。整治东门溪流域数十年来的水患救急，桃园市府团队前卫地打破樊篱，与新北市政府合作新建滞洪池，协调台湾铁路管理局同意在桃林铁路下方埋设箱涵，更说服了国防单位，让治水团队进入敏感的军事区位内，在废弃机场跑道下施作排洪道，跨区域、跨机构携手，成功减少了人口密度高的都会区以及桃园火车站等交通命脉的淹水窘境。最重要的是，替台湾守护了每年可以创造6000亿产值的龟山工业区。巴德区瑞德里小小巷弄内装了路面淹水监测站，巷口设了固定式抽水马达，还有24小时的监控系统。显而易见，这里是桃园加强守护的热点。虽然咱是查某较侪，但是咱表现出来是无输查甫，对不对？对。所以讲，希望咱水闸门有已经快要开启了，再慢慢再开。桃园市府辅导民众学会自主防灾。瑞德里是最有妈妈味的自主防灾社区。所谓的
Lightbound， 我们社区就是透过云端的科技模式在做房灾。自住房灾社区中最有智慧的就属中立石头里，这里的志工都是阿公阿嬷们，他们就像越沉越香的陈年老酒，活到老学到老。水务局水位站，路面淹水站，向年轻人学习如何透过 Lightbot 桃园自主防灾机器人通报灾情，并且将自己对社区的了解以及人生的阅历融入灾防智慧网。桃园自主防灾社区中最有特色的，首推飘散莲花香的观音树林里，观音莲堂远近驰名，但用修根莲堂来制红就非常有智慧了。我们要排水的时候，就是用人力来这边把它按下去，台风来家之前吼，人家去看的吼，这腿表面较大条的，较水吼，这腿要不要？要不要排水啊？那来排水水桥，哦，要不要水桥看到吼？安尼雨落来，就把这个部分的雨水流入这个莲花池内底。桃园市府也辅导社区成立公司，贩卖防灾农特产品，自筹防灾基金。面对极端气候挑战，治水工程设计打破传统，将抗旱、治洪、排水、净水、清水，一加一、加二，甚至加更多。桃园市府团队更鞭策自己，升级智慧云端政府。为了料敌机先，桃园水务团队邀请了台湾贾伯斯们，将治水工程智慧化，设计冰旗图台，以都市淹水预报模型及早掌握暴雨量，预判可能的淹水点及范围，想办法超前再超前做灾防部署。依照冰旗图台，经过我们的 3D 的模拟，目前淹水的热区会出现在中立、平镇、八德。针对各淹水点，预布抽水机，水门要进行防汛起闭，制洪池及皮塘要预放水。桃园人谦卑治水，生态共融。治水团队受访时不约而同地提到，治水有没有效，大自然最知道了。树种下去，鸟回来了；花草栽植后，蝴蝶也回来了。桃园的治水工程好玩好看，更保有本土味。欢迎您带着好鼻子来千塘之乡，细细品味台湾水的台湾味。